一个香港人，呢度有我哋嘅集体回忆。心安居这里，离别又畅聚。青春像紫荆未待风吹。若是捱得起把错的权益做对，来年的烟花将如是夜散落旧城。带俾我哋好大嘅快乐，甚至系安慰。所以咧，我成日都话狗就系我最好嘅朋友。由今集开始，一年十集嘅香港故事，我将会同大家一齐去睇下十段同香港有关嘅动物情缘。我一入屋咧，所有狗都扑出嚟欢迎我啦。通常后生啲系排头位嘅。咁啊 ，banana 咧就年纪大啊，14岁啊，老啊，争唔到头位，咁变咗我通常摸完其他啲前面啲狗仔咧，个第一时间就抱起佢啦，咁啊费事佢妒忌啦。呢个 KK， 佢今年就20岁噶啦，咁咧就未见过佢啦，佢就冇晒朋友啦，不过咧佢仲好健康，好开心，好活泼嘅，上镜都好靓仔嘅。地或者灣仔咧，啲寵物就比較老噶啦。點解咧？啲人住咗落好耐啦，咁啊十幾年前都開始養嗰啲寵物噶啦，所以老年化咧會絕對跟區域嘅。統計處前幾年做咗項關於寵物嘅調查，顯示香港大約30%嘅貓狗都超過7歲，呢一個歲數對於佢哋嚟講都算係步入老年。原來香港唔單止人口老化，連寵物一樣有高齡嘅現象。